我是吴迷，我今年45岁，我是福建人。我初中三的时候才开始学华乐，然后我就选择了学扬琴。嗨，早啊！你好啊，沙包米粉哦。沙包米粉、嗯、，OK。打包回去吃。好，它的酿料里面是有鱼肉跟猪肉混合的，所以它的口感特别好，而且它是很新鲜，每天就是现包的。来，赵秋，我要做那个阿三鱼，做一般一般的。半边有酱，半边冇酱，因为细佬哥食。我哋嘅鱼咧就新鲜汤嘅。食物很好，它的价钱很公道。然后他每次来都会点回这个 chicken breast 这一份呐、啊。这个鸡胸肉烤得刚刚好，一咬下去的时候口感很好，很多汁，然后很好吃。家长都会认为艺术是不能够拿来当成职业的，所以我又找不到理由为什么要放弃。我们让他们看到音乐不但只是一个乐器，一个工具，它是一个陪伴。